姚家村的对面有一座山，叫长仙山。传说这山上住着一位蛇大仙，世世代代的守护着村民们。这姚家村里住着一位姚大婶，她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村头的第一家。其实姚大婶有一个儿子，3年前进山采药，不料却一去不回。村里的人帮忙找了很多回，却是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直到半个月前，姚大婶想破了头才想到，自己的儿子是不是被长仙山上的蛇大仙救了，还被招了上门女婿。可她转念一想，不管儿媳是人是妖，只要儿子活着就好。除夕这天，他很早就起了床，推开门，就远远地看到被白雪覆盖的长仙山。姚大婶就这么等啊等啊，从早上一直等到了下午。终于，白氏留下这一颗巴掌大的蛋和一只雪白的兔子，转个身就走了，只留下姚大婶对着这一蛋一兔思前想后。姚大婶把这颗蛋小心翼翼地放在了炕头上，竟对着这颗花花绿绿的蛋仔细地端详了起来。这只雪白的兔子从此就在这鸡笼子里安了家，而我们的故事就从这只小兔子说起。现代玄幻耽美广播剧《智兔》上期。